海蒂斯的声援者，台湾的声援者又再次遭到起诉，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二批的被告要开第一次准备庭的日子。这一年来到底永丰宇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你没有。我们的移民署中正一分局他们在干的是什么事情？他们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案件会不会成立，他们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案件到法院之后到底是有罪还无罪，他们在意的就是我先用司法把你打到地板上，把你打趴到地上，你就不敢再来抗议。六月九号当天，先是中正一分局的警察在毫无理由的状况下面，片面宣称韩国工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、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这样的一种违法，就把工人出动了1公里长的蛇笼，团团包围。滥权逮捕，把八位工人以一天晚上的速度就做出了决定，要把他们驱逐出境。当天晚上，台湾的声援群众看不过去，来到中正一分局外面集会，数百人的集会。中正一分局老样子，使用他们合法的国家暴力，把声援群众不予回应，他们为什么要来这边声援？不予回应，我们质疑的。他的滥权逮捕根本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，一样就把工人随意的逮捕，然后并且起诉了其中几位首谋。到了隔天，台湾群众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司法被践踏至此，我们选择到移民署外面做最后的呼吁，要求他们正视这样的一个滥权逮捕以及驱逐出境是毫无法律理由的。结果一样，他又再次的把我们几位参与同仁随意的逮捕跟起诉。事情是发生在就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五月我刚开店，是非常忙的时刻。可是在我店里的事务即使都还没有完全可以 cover 过去的时候，我都还是尽量去参与海底斯工人的活动。我不会忘记裴大哥他是一个怎么样温柔的人，即使在以前我们言语不通没办法交流的情况之下，他还是会尽量用脸书上面跟我们联络。甚至是一批批的韩国工人，他们是怎么样的坚毅，一批批来台湾抗议，所以我不会忘记他们，即使过了两个冬天，他们不会放弃抗争的初衷。在六月十号当天，派出警察挑衅群众，好不容易等到有官员出面，但是他们交代的不是说为什么他们可以不顾程序违法羁押韩国工人，而是用了两大页 A4 的纸来讲，来帮永丰宇解释。解释说他们没有违法解雇劳工。我想要请问，今天移民署是让财团收编的吗？为什么移民署的官员出来却是在帮一个企业解释始末？2014年一整年陈抗相关案件一审的判决，大家可以在新闻稿里面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搜寻的做法是什么。我们一审判决跟陈抗相关的，我们共计有35件。可怕的是，这35件里面竟然有18件起诉法条是涉及妨碍公务，然后这起诉法条涉及妨碍公务的这18件里面有15件是有罪。我们不清楚这样子的数据，到底是台湾的司法出了问题，还是检方他本来脑子里面就是想办法要用各种的方法、各种的法条来当作。让陈抗者晋升的一个最佳的工具。